今年的10月10号呢，除了是国庆日之外，也是宜兰三星乡100周年庆。为了感谢土地公给三星乡民民的福气跟财运呢，今年呢特别举办了土地公大会师的活动，有上百尊的土地公神像，一大早是从三星运动公园出发围绕。而为了推广在地农作，现场呢还有免费的米食可以品尝，场面非常的热闹。鼓声响起，活动热闹展开，电音三太子热情地和大家击掌，而现场也集结了上百尊来自各个庙宇的土地公，一起绕境为乡民祈福。今年的10月10日，除了是国庆日外，也是宜兰三星乡100周年庆。为了感谢土地公带给三星乡民的福气和财运，今年特别举办了土地公大会师的活动，一大早就从三星运动公园出发绕境。另外，为了要推广在地农作，现场还有免费的米食要让大家品尝。有机米送进。除了有特别的米冰淇淋，还有甜米糕大放送。另外，像是三星乡的特产葱饼也非常受欢迎。而现场还有小农市集，让民众可以买到最新鲜的在地有机农特产，一起度过不一样的双十假期。华视新闻张正惠、庄宇杰、蔡长刚、宜兰报道。